鸡推顶级美食，胡瓜想预约都约不到。招牌寿司叫做变态寿司，一堆叠一堆马粪海胆鱼子酱，很好吃。刚一口这样。介绍这个是我最喜欢吃的牛，我订不到位，老顾客订到位，这个肉酱超好吃。哎，我这样吃一大块会不会太浪费啊？不会，切的是啊，不是预约不到吗？赶快吃啊！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《医师好辣》。